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营地，不走了，准备在这驻扎一晚。来，下来，去吧，去玩去吧。牛，对面有好多牛，对面有好多牛。今天我们把家安在了小河边，这个河还比较深，所以如果就算涨水它也不会涨上来，晚上在这儿很安全，我太喜欢这个地方了。从这个窗户往外看，就是一幅画啊。嘿嘿，那头牛一直盯着我们。咱就剩这么多菜了，几个辣子，几根葱，还一个土豆。炒什么呀？辣椒炒鸡蛋。我不会做饭，谁说的我不会做饭？油好像多了点，酸辣土豆丝儿。哎呦，炒个土豆丝儿谁还不会了？然后等会儿再来个外婆菜炒鸡蛋。看啊，第一个菜已经好了，酸辣土豆丝儿，
第二个是外国菜炒鸡蛋。好吗？挺好的。啊？好了，今天的晚饭搞了两个菜，外婆菜炒鸡蛋，还有酸辣土豆丝儿。其实我也就只会做这几个菜。开饭，开饭，吃饭喽！好多朋友都问我，这个外婆菜炒鸡蛋是怎么做的？其实我特别想把做的过程拍出来，但是刚才炒的时候有点狼狈，然后我就没拍。自己去，自己去吧。你说你毛病深不深？水盆放的水不喝，非要喝我的洗脸水，啊？你看，你非要喝我的洗脸水。吃的，小豆芽，牛来了，你怕吗？小豆芽，牛在外头，你怕吗？牛跑到门口来了，牛都可勤快了，一大早都出来了。小豆芽在这看牛，嘿嘿。小豆芽，你想跟牛玩吗？牛一会儿来找你了。今天天气太好喽，河水湍急地从我家门前经过，还有一些小虫。 Lucky， 下来，快来，出来晒太阳了，快出来晒会儿太阳，去吧。小豆芽，你又坐这儿了啊？快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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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走了，咱们要走了，让开让开。